大家好，这里是新闻拍案惊奇，我是大宇。那么，欢迎朋友们订阅并传播我们这个油管频道，同时呢，关注我在新平台“干净世界”上的另一个频道，链接呢会在今天的节目留言区置顶。10月22号，胡锦涛被架出会场，这可能只是二十大后啊潜在政治风暴的前菜。习近平过去十年执政期间，处理了大约500万的体制内官员。搞得现在中共党内是人人自危，以至于他能在二十大上实现对其他派系的几乎彻底的清零，换上清一色自己的人马，这意味着习近平真正施展拳脚的时机啊，可能才刚刚开始。那过去这么多年呢，屡次传出可能要被清洗运动触及的一些高层官员，在二十大后啊，被政治绞肉机的刀片刮到的可能性便更大了。不过呢，人们怎么也没想到，曾经对习上台有恩的胡锦涛会率先被来这么一下子。而且呢，就在二十大，习近平刚要登基还没登基时的会场上。那当然了，现在胡锦涛被架出会场的原因，以及胡锦涛现在身处何处，遭遇如何啊，还没有明确的消息。但是呢，当时会场的情形，所有人都看到了。胡呢确实是被强制架走的，而且架走他的人呢感觉动作是很急，就是呢胡那会儿啊变成是不得不走，必须得走。老共的毛太祖曾经说过，对敌人要像秋风扫落叶一样，那当时的情景啊就好像如此，急切冷酷，来之突然，收之短促。新加坡的电视台 CNA 拍到了更早更完整的现场画面，更能让人体察到这一点。这段画面是 CNA 在事发两天后的10月24号才发布的。这家媒体呢给这段影像的名称是罕见画面，胡锦涛被架出会场前发生了什么。我们可以看到，在画面一开始，胡锦涛跟栗战书面面相觑，胡呢刚刚还张嘴跟栗战书说了什么，而栗战书呢则是把一张胡锦涛手里的文件稍使力气从胡的手中抽了出来，然后呢把胡锦涛面前的红色文件夹也拿走，压到了那张白纸上。同时呢一直在跟胡锦涛说着什么。胡锦涛呢只是偶尔的微微点头啊，没有说什么话。而一旁的习近平呢则是一直朝胡锦涛这个方向看。那他看的呢是被栗战书拿走的那份文件。偶尔啊也会往左右方向的远处望一望。在画面第15秒处，摄影机开始调整。这时我们看到在栗战书左侧的王沪宁还有韩正也在往胡锦涛这边看，特别是68岁的韩正啊，他那眼睛啊往边上撇着都快掉出来了，看上去啊是特别关心那边在发生什么。在大约17秒处开始，文件又被放到胡锦涛左前方，好像胡锦涛又要翻开看啊，栗战书再一次出手制止。那这一次呢直接把那文件呢挪到了自己的面前，从胡锦涛那儿抢了过去，嘴里还一直跟胡啊说着什么。就在这时啊，中办副主任兼中办纪委书记孔绍迅从左侧走了过来啊，听胡锦涛右侧的习近平的指示。同时呢栗战书还在跟胡锦涛讲话，而王沪宁把身体整个都转了过来啊，眼睛看着栗战书手底下的文件，伸手在栗战书面前晃动，试图引起注意。他跟栗战书没反应啊，又把手搭到栗战书的手腕上。这时呢栗战书才把身子收回来一些。同时呢王沪宁也跟胡锦涛做了非常简短的眼神示意。胡锦涛还稍稍朝王沪宁提了一下微笑机啊，以示回应。整个过程瞬间完成。王沪宁呢显然是要跟栗战书示意为主啊，跟胡锦涛只是礼貌性的互动一下。那整个过程啊，在习近平右侧的李克强像石膏像一样啊，看都不敢往边上看一眼。习近平啊则是表现的像是在等待啊，几秒钟后他又朝远处望了望。这时呢疑似习近平贴身警卫的人出现在胡锦涛的身后。习近平啊做着手势在跟警卫说些什么。这时呢胡锦涛的这个眼睛啊也在往习近平这边瞥，像是在听习近平在讲什么。那习说的时候啊，手还向警卫示意自己桌上的文件，一直嘱咐，那么显然跟文件有关。随后呢警卫就跑到胡锦涛的左侧去拿之前放在胡锦涛面前的文件，但是被栗战书制止。
一战书呢对警卫解释着什么话啊，同时呢干脆把胡锦涛手里的文件啊彻底放到自己面前压到了手底下。那这时呢王沪宁又拍了栗战书啊，跟栗战书说了一些话，新的画面呢到此就结束了。后面的影像啊就是早已传遍网络的啊大家都看到的那段胡锦涛被架走的一幕。这段新传出的影像啊有一个重点，胡锦涛面前的文件先后变了三次位置，开始呢在他的面前，然后呢是他与栗战书之间，最后啊完全被栗战书拿到自己的那一侧压在手下。那胡锦涛离场之时呢文件被警卫拿着，也就是所有目前为止公开的画面告诉我们，这份文件呢胡锦涛愣是没能翻开。那这文件里是什么呢？从一张影像放大后的定格画面来看呢，后来被掐在架走胡锦涛警卫手里的那份文件呢，其中的第一页是中央委员会还有中纪委的人员名单。这张照片呢本应是横着的啊，这里给竖过来啊，是为了更能看清楚其中的字迹。那现在有真假名单一说，认为呢胡锦涛发觉当天的名单跟之前自己拿到的名单有别。有一些分析人士啊对这种认识给予肯定，但是呢还不能核实。而日本产经新闻在台湾的记者石坂明夫还有其他一些观察人士则是对真假名单一说持否定态度，认为这是大的披露啊，太冒险，这种名单都之前就内定好了啊，如果临时改变那可能有意义的就不只是胡锦涛了。这是另一种观点啊，往往持这种观点的人猜测呀，胡锦涛可能是对当天下午要表决的党章修正案有异议。那从整个现场传出的画面来看呢，我觉得答案呢在李克强，因为整个过程啊李克强显得非常紧张，看都不敢往那边看一眼。后来胡锦涛拍了他一下，李克强呢是看上去脖子还缩了一下，显然呢是心里有所恐惧才会这样。而胡锦涛拍他那一下呢，意思好像是他都是为了你啊，或者是你们这一代，你好自为之吧。而李克强的这个反应啊，正说明很可能胡锦涛那边谈论的话题涉及这个李克强，或是他们共同所在的团派。推特网友纵横日本在23号公布一则推文，内容是1985年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派100人的共青团人员访问日本，团长是胡锦涛42岁，副团长是李克强29岁。当时呢日本方面就有人说啊，这两个人啊可能就是以后中国的领导人。可见啊同为团派的胡锦涛和李克强早有共事的经历。胡锦涛当然是不太可能要李克强等团派的人物登上总书记的位置，这在现在来讲是不可能的，而是很可能要保留他们在中委乃至于政治局委员的席位。可是呢团派本次几乎是全军覆没，唯有留在中央委员会的胡春华还跌出了政治局，成了中委的一个普通成员，几乎就是习近平留下的唯一一个可以解读为是给了团派一点情面的独苗，但也没有任何实质意义。胡锦涛可能是对此有异议啊，被习近平亲自指挥亲自部署派人给拎了出去。想当年呢胡锦涛交班给习近平的时候，习近平在大会堂面对众多中共高层官员高调称赞胡锦涛裸退啊，把权力全数移交习近平的做法，当时呢高风亮节的回声可是言犹在耳啊，体现了崇高品德和高风亮节，让我们向他们表示崇高的敬意。这是十年前的事，想当年胡锦涛跟习近平讲话时习完全是俯首贴耳卑躬屈膝，而今呢把钱主子拎出去眉头都不皱一下，理都懒得理胡锦涛，这就是中共官僚的品行。说来呢也是中共体制的轮回报应，历史上类似的事不知道发生多少次，要么就是上级搞下级，要么就是晚辈搞前辈，所以呢中共才被称为政治绞肉机。而胡锦涛就其本人而言呢，他年轻时在西藏代表中共对信仰藏传佛教的僧人信众的迫害，可否也想到后日自己也遭到中共的不公待遇呢？这又双若浊的再次充分说明，在不公平的制度下
没有人可以置身事外。那我们话题回到刚才新加坡 CNA 公布的最新画面， CNA 有这个画面为什么没有第一时间发布，而是推迟了两天呢？有两种可能啊。第一，在北京混的外国记者啊，就好像是被放到非洲大草原上的弱小草食动物，每个媒体人呢都要学会在群兽环伺的恶劣环境中生存，对于中共的言论审查，对外媒记者的仇视，敏感事件的无情封杀啊，这些作为一个有经验的外媒驻中国记者，我想呢都变成一个必须的生存常识。说句笑话，有意愿在中国做外出自由采访的人呢，可能还要有被打被抓啊，被拘留或者是被驱逐出境永世不得回中共国的心理准备。就本次二十大来说呢，能进入会场的外媒记者，除了那些来自中共的所谓老朋友的一些垃圾政权的记者啊，很多西方记者，比如美国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华盛顿邮报等媒体的这个记者呀，都没能获准进入大会堂。美国之音的记者连进入中国的签证都没拿到啊！就是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有的拍到这样画面的外媒记者，如果在第一时间就把画面公布，可能会担心在中国呀遇到麻烦，所以呢要等结束二十大采访团队回国之后啊，才把画面释放出来，这是一种可能。那么第二种可能啊，就是中共对外一直在施加影响力，其收买的对象涉及外国的企业、学校、智囊机构、出版社、媒体，乃至于政府部门。胡锦涛被架走的事件发生之后，中共当局只有新华社以给人非常仓促的观感发布了所谓胡锦涛因健康原因提前离场的报道之外啊，中国媒体再无任何相关的消息。捧席、舔席、歌颂形势一片大好的所谓主旋律继续强奸着中国人的耳目，在很多小粉红的头脑里啊，形成了一个个的怪胎。那此时此刻啊，从这一点的意义上来看，作为中共前总书记的胡锦涛跟铁链女、唐山女又有任何区别呢？没有啊，大家冷静想想，一点区别也没有。中共的这部政治机器，一旦你被划到政权的对立面，你就要遭受这样的待遇。但是不是站在对立面，很多时候也不是你能自己决定的。因为呢，在共产党国家，你脚底下那条红线呢，自己它会跑会动啊，稍不留神，诶啊，就跑到别的地方去了。你一下子就成了独裁政权的敌人。那这也就是说啊，你今天被政权视为所谓的自己人，而明天呢，你可能一觉醒来就可能成为敌人。就说呀，胡锦涛事件目前为止被当局定义为身体原因啊，那任何其他的解读啊都会被封杀，国内如此，国际上也可能受到相关的压力。所以呢，新加坡的 CNA 电视台公布这段最新画面的时间延迟可能与此有关。同理啊，当天在现场的也可能有拍到更多画面的媒体，但还没有把画面拿出来公开，这都是有可能的。而现在啊，大家更关心的是胡锦涛现在是什么情况，因为自从在大会上被带走之后，一点消息都没有。中共体制是根本不屑于向公众解答疑问的，哪怕事关重大，往往呢官媒会佯装在好似不经意间的某一刻啊，让当事人突然以若无其事的身姿出现在某个公众场合，好像在告诉公众啊，这个人没事儿。但是谁都知道啊，这种现身完全可以由当局导演，因为不管当事人以任何形式现身，永远有一个障碍公众是突破不了的，就是共产党不允许人们对事件当事人及其亲友亲身提问并充分了解情况，亲身去不受干扰的全面调查事件，这就是中共体制掩盖任何事件真相的最邪恶之处。当局追求的事件最理想结局就是四个字，不了了之。当中国人习惯了这种邪恶，人会变得麻木，从而对这种正义诉求啊，逐渐就变得漠不关心。因为啊，共产党要给人们的暗示是，在不公面前，你们什么都做不了。要学会逆来顺受，一代一代人呢，就被这么教育着。共产党乐此不疲。现在啊，除了中共官媒以所谓健康原因解释胡锦涛离席来闭目塞听之外，还有中共的驻外人员散布不实的言论，试图混淆视听。
中共驻西班牙巴塞罗那领事馆的总领事朱京阳在推特上说，胡锦涛后来回会议现场了啊，还投票。但是呢，西班牙主流媒体立即更正，指出朱京阳隐居的画面是移花接木，把胡锦涛之前在场的画面呢用到了后面，制造胡锦涛回场的假象。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也对胡锦涛的下落不予正面回答，只让记者们去新华网自己看官方的新闻发布。那如今呢，不断有媒体报道说墙内胡锦涛三个字已经成为敏感词，搜索出的相关信息是明显的减少。也有媒体指出，在国内 B 站上的官方频道北京2022冬奥会上，他们上传的2008年北京奥运开幕式画面，原本胡锦涛的画面呢也遭到了删减，因为啊，他跟原本引用来的日本 NHK 的画面有明显的出入，只是目前呢还不能确定这是胡锦涛事件之前还是之后发生的。10月23号中午，习近平带着新一届中共政治局委员还有一些退休的老干部在北京大会堂会面了2700多名二十大代表，胡锦涛时期的温家宝都出席了，跟习近平一起参与了会见，但是胡锦涛呢却没有现身。其他还有李瑞环等一共六名中共高层退休官员跟胡锦涛一样都没有出现，而胡锦涛和李瑞环呢都参加了二十大的会议。现在呀，有关胡锦涛家族甚至其他几个政治老人被软禁的传言已经传出，在网上小范围流传，但中共那边呢还没有显示出有关胡锦涛下落的任何蛛丝马迹。而与胡锦涛同为团派的胡春华在习近平会见二十大代表的时候啊，也在现场。当习近平走到他面前的时候啊，这个原本中共最具潜力的总书记接班人选之一，面对把他从政治局委员撸下去的习近平啊，跟其他人一样像见到金正恩一样啊，激动的拍手陪笑。此情此景也不难理解，习近平怎么有那样的权威啊，敢于把团派彻底的扫地出门。看到李克强和胡春华以及更多高官的表现呢，我想人们也就明白了。好，那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我在 Telegram 上面的官方公告群是 TWME_大宇news， 观众讨论群是 TWME_XWPAGQ_US， 节目信箱是 XWPAGQ@gmail.com， 也欢迎您订阅我们这个 YouTube 频道，并点击小铃铛获得节目发布的通知。那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